双手，松一松肩膀，和我一起大声唱吧，小宝贝。眨一眨眼睛，张一张嘴巴，和我一起唱吧，小宝贝。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唱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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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现在就请你跟着我跳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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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请你跟着我唱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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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现在就请你跟着我跳舞，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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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小宝贝，大声唱，今天我最棒。看看今天我们从全国各地报名的小朋友当中邀请到了谁呢？我好吧，请了一个人在接我，我看到找到了，别再叫我小朋友。哇，我要是小小这会说唱歌了耶。小歌手韩之洛，小名洛洛，今年五岁。小名韵佳，今年四岁。哇，芊芊，你看这是什么呀？小小智慧树，小宝贝大声唱节目组邀请芊芊去录节目啦！啊，好高兴呀！歌手陆一曼，小名芊芊，今年四岁。小宝贝，大声唱，我来了！小宝贝，大声唱，今天我最棒！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火锅，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欢迎来到我们的小小智慧树，小宝贝，大声唱。几位小歌手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哦，大家一定很想一睹他们的风采，快看，他们来了！欢迎你们啊，三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来介绍一下自己，叫什么名字，几岁啦？大家好，我叫徐云佳，我今年四岁。欢迎你。叫什么名字呀？哎，我叫韩之洛。嗯，小名叫什么？小名叫洛洛。也欢迎你，欢迎你。还有一位穿着红裙子的。大家好，我叫陆一曼，我小名叫芊芊，今年我四岁半了。哦，欢迎几位。可爱的小天使啊！哎，我知道这个小姑娘都是很有爱心的啊。嗯。有很多的女孩子呢，喜欢鲜花，还喜欢动物。我们来问问，你喜欢什么动物啊？我喜欢老虎。老虎啊！哎呦，小姑娘为什么喜欢老虎啊？因为我不怕老虎。怕老虎真勇敢。一家小朋友喜欢老虎，那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小猫。小猫啊？小猫哦。小猫，为什么喜欢小猫？对呀、啊。因为小花猫长得可爱。可爱。那喜欢小狗吗？喜欢吗？喜欢。哎，你还有一只小狗的好朋友是不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平时怎么叫它的？平时叫小布。哦，小布。那为什么还姐妹相称？对，我听说还管它叫小妹妹，这是为什么？因为它长得有点像小妹妹。长得像。来问问芊芊，你喜欢什么小动物啊？我喜欢小马。小马？你见过小马吗？见过，我还骑过小马。啊，骑过小马。好了，那说到这里呢，我想啊，接下来大家都很期待我们小朋友的精彩演唱。那接下来呢，是他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大朋友要来陪他们一起献唱了。好，一起来欣赏吧。大家好，我叫韩之乐，我今年五岁。
这是我的全家福，这是我爷爷，这是我奶奶，这是我爸爸，这是我妈妈，这是我。我的爸爸妈妈在外地工作，所以是爷爷奶奶帮我带大的。哎呀，谢谢宝宝。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就是奶奶给我做的面条。小辫子吧，这是这个小宝贝，我要和奶奶一起唱歌了。哎呀，小宝贝大声唱。爸爸妈妈，我要去参加小宝贝大声唱了，你们能在电视上看见我了。今天是奶奶的生日，奶奶我家住在遥远又偏僻的地方，你要小心周围是否有大灰狼。大太阳下山岗，我要赶回家，同妈妈一起进入甜蜜梦乡。嘿，你们好，我是寻家，我是一个跳跳手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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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香，你放开双手让我遨游知识的海洋。老师啊老师，你向我兄长，老师啊老师，像老朋友一样，老师啊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就是你，快点拍下小宝贝大声唱的播出画面，上传到微博艾特我们吧。上传到微博艾特我们吧。第九名，第九十九名，第九百九十九名幸运小粉丝将有机会来到小小智慧树的录制现场哦，快点拿出手机拍照艾特我们吧。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的难度要升级了，三位宝宝呢要到少年宫去，分别找到一样乐器和它的主人，然后他们来合作表演，有演奏有演唱，看一看哪一队的表演更精彩，一起来看。哇，好多乐器啊，今天小歌手们的任务就是根据声音和图片的提示找到乐器，并邀请乐器的主人给自己伴奏。小花啊，现在每位小朋友的手中都拿着一张乐器的图片，小朋友们，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你们手中图片中的乐器都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吧。洛洛小朋友，先来听你的。奶奶给我听过这个声音，它叫古筝。啊，没错。这个乐器就叫古筝，洛洛小朋友可以出发了。洛洛加油！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韵佳小朋友手中图片里的乐器能发出怎样的声音吧。我没听出来这个声音。这是琵琶的声音，韵佳小朋友，你能记住这个声音吗？能记住。哇哦，太棒了，韵佳小朋友出发加油。韵佳加油。好，现在来听一听芊芊小朋友的。我听过这个声音，妈妈会弹钢琴。嗯，没错，这个好听的声音就是钢琴发出来的。洛洛小朋友准备出发了，加油。耶！哇，三位小朋友都出发了，现在让我们去看一看他们在完成任务中的表现吧。哦，洛洛的舞步好特别呀。啊，找到古筝教室了。小朋友，快来看一看，这个是洛洛要找的古筝吗？是古筝。姐姐，你弹古筝，我唱歌吗？可以。哇，紧张的洛洛小朋友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请求，找到了一个姐姐给自己伴奏。这个姐姐好亲切呀，洛洛似乎不那么紧张了。妹妹，你要唱什么歌啊？要唱《好孩子要诚实》。那你给我唱一遍。嗯，
家花忙，喵喵家，喵喵家，是谁？别看洛洛说话的声音小，唱起歌来声音却很大哦。对我叫喵喵喵。哦，我知道了，咱们来练习练习吧。嗯，姐姐喊一二三，咱们就开始。嗯。一二三，我喊一二三，咱们就开始唱。嗯。一，一，一，五。小胖们，再来，我姐姐喊一二三，咱们唱。嗯。一。三，小洛洛，这次又唱早了。咱们重新来。嗯。这个姐姐真有耐心啊，陪着洛洛练习了一遍一遍又一遍。嗯、姐姐喊一二三，这次他们能配合成功吗？一二三。此时此刻，寻找琵琶的韵佳小朋友被古筝教室里传来的声音吸引过去。加油！快点，我给你好多棒棒糖，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自己进去吧。小朋友，你来这儿干什么呀？你要找什么东西呀？我看看这是什么呀？咦，这是什么乐器？你知道吗？这是什么乐器啊？琵琶。琵琶呀？那你走错屋子了。我们那个琵琶呢，在那边的屋子里边。你出了门之后，我们看看出了门之后的第二个屋子，就是你要找的这个琵琶。在古筝老师的帮助下，韵佳小朋友找到了琵琶教室。琵琶呀，那你看看这个上面的琵琶跟他们拿的是一样的吗？小朋友们，韵佳小朋友找对了吗？对了，是一样的，对吗？来，那你进来吧。在琵琶老师的帮助下，韵佳找到了为自己伴奏的小姐姐。小朋友们，快来和韵佳一起唱这首《小花猫》吧。喵喵喵，伸个懒腰，喵喵喵，走路起芊芊完成任务。啊，我觉得非常的热闹，有没有？哎，有了乐器的这个映衬之后，小朋友的歌声更加的美妙了。嗯、那接下来的帮帮唱环节当中呢，会有一位大朋友来为小朋友助唱了。啊，
非常漂亮的一位主持人，她就是我们的杜月姐姐。杜月姐姐要来了，赶快看一看她和三位宝宝们的精彩表演。小宝宝爱洗澡，满身飞的大泡泡，搓搓这里，搓搓那里，干干净净，真漂亮。噜啦噜，噜啦噜，噜啦噜啦噜。云霞，准备好了吗？我是一只小松鼠，咿呀咿呀哟，我有一条大尾巴。咿呀咿呀哟，芊芊我来啦！我是一个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都爱我。我是一个大苹果，大苹果，大苹果，小朋友们都爱我，都爱我。配合得非常默契，演出得很精彩啊、哦、真的那是相当好啊，我还特别怕拖他们后腿呢、啊、完全没怎么会呢、给他们增色不少。今天呢这三位小歌手表现得太棒了、都是我们的超级小歌手哦。是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托托还有小嘟嘟为他们送上荣誉证书和奖杯，有请。欢迎欢迎你们。好，那接下来有请杜月姐姐给他们颁奖。先颁给第一名。获得由我们小小智慧树提供的精美礼物，恭喜你们！恭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如果你也很热爱歌唱的话，可以请爸爸妈妈把你们唱歌过程当中拍摄的 DV 通过我们的网址呢传送给我们，说不定下一个来到节目当中的就是电视机前的你了。好的，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一起说小宝